准备好了，晚上我来亲自送他上路。是啊。出去放风了，你怎么先回来了？问你呢，怎么回事？警察先生，我问你，隔壁被你们带走的那个人，你们把他关哪儿了？叫什么名字？唐洪生，东北大学的。你倒是说话呀！今天晚上他就要上路了。上路？上什么路？就是枪毙啊！哎，怎么会被枪毙呢？就等师长您一声令下。师长，这哟，这不是左参谋吗？您这是？童师长，不就是几个学生吗？还有劳童师长来亲自过问呢。哪里，我是职责所在嘛。那少帅既然把北平这四九城的防务交给我，那我总得管吧。现在这学生他无端闹事儿，干扰了国府的政策，你说可恶不可恶吗？这是少帅的手令，请童师长过目。这少帅的这意思就是放人呗。上面写了吗？是是是。好，那你是立刻执行呢，还是需要打一个电话给那位国府的官员？我说左参谋，你问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？
我是少帅的人啊，少帅怎么说我怎么做。好，赶快放人。是。左参谋，坐吧。啊，左斌。董事长，你说这些学生嘛，特别是一些从东北流亡过来的学生，要求抗日，本来呢是一些正当的行为，只要不干扰社会秩序，没有必要动用军队去抓捕他。左参谋，你说的特别对，可是你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啊，我也有我的苦衷吧。你就说那个政府要员吧，人家说了，这学生里他有共产党吗？你们有证据吗？那共产党脑袋上有没有写的字儿？抓起来再审吗？你这不是胡闹吗？左参谋，您说话是不是能够客气一点啊？董事长，对不起，说胡闹的呢不是我，是少帅。你是不是让我回去的时候转告一下少帅，让少帅对你客气一点？苏老弟，咱们自家兄弟是不是这出就免了？好吧，那我们现在去看一看这共产党的嫌疑犯吧。哦，好，请。慢点啊，慢点啊。你慢点啊，先放到这边。唐鸿生，唐鸿生，唐鸿生，唐鸿生呢？你们把唐鸿生关哪儿了？唐鸿生是谁啊？我不知道。哎，姑娘，你怎么还没上车呀？我们还有个同学没出来呢。姑父。叶婷。姑父，是您来接我们的。哦，是少帅派我来释放你们的。姑父，唐无生不见了。什么？哎，左参谋，这是您的？他是叶行玲的女儿叶玲，这是童市长。唐无生呢？你们把唐鸿生关哪儿了？唐鸿生，唐鸿生是怎么？你都不认识了？唐子怡的大儿子唐鸿生，也是东北大学的学生。对对对对对，唐鸿生，唐鸿生，唐子怡那个大儿子，他也被抓了。你回去查啊，唐鸿生，大展宏图的宏，高升的升。没有这个人啊。所有人我都登记过，没有这个人。你肯定吗？我肯定。这是警察局有名的活档案，他是专管这个登记工作，他要是没印象的话，应该是没有。不可能，他是跟我一起被捕的，我明明看见他被关在南街里。姑父，我听说他今天晚上就要被枪毙了。我说童市长，这怎么解释啊？你听谁说的呀？这枪毙一个人哪儿那么容易的？我们这儿真的没有这个人，这更别说枪不枪毙这事儿了。有，一定有，姑父。你是不是亲眼看见的？我当然是亲眼看见的。没有看错？没有看错。好，你啊，亲自去啊，一个牢房一个牢房的给我去查，有没有落下的。董事长，我们这真没有这个人。你让我到。你哪那么多话，快去。是，我也去。哎，对，他认识，跟他一块去。小姐跟我来吧。小姐，这两个监号啊，关的都是学生，你都看过了，一个人没有吧？那边呢？那边关的都是刑事犯，杀人的放火的，抢劫的，还有强奸的，都是些人渣。那我得过去看看。哎，小姐。哎呦，哎呦，小姐。
你是不是能确定他在这儿？我当然能够确定了。那不应该吗？哦，你们白天不是释放了一批吗？他会不会在那批里啊？哎呀，对对对对对，有可能有可能啊。我们今天中午放了一批人，有的呀家里门子特别硬，有的是家里特有钱。别废话了，你们放人不登记啊？登了，我都是我亲自登的，可我本上没有你们要找的那个人啊。啊，我们这儿吧有很多人家呀不愿意把名字留在这儿。我一个看监狱的小警察，人微言轻啊，有些事情也不便刨根问底啊。要是真有这个人，没准现在早就回去了。左参谋，你看这样吧，要不然你先回去看看，万一他已经回去了呢？姑父，要不咱们赶快先回去看看吧。董事长，要是我没找到，我会再回来问你要人。叶灵儿，上我的车。上车。行刑的准备，带犯人。是。士兵兄弟们，你们是东北军还是中央军？如果你们是东北军，你们现在在干什么？你们的家园还有你们的亲人正在遭受日本人的蹂躏。其实你们不是东北军，你们也是中国人。东北的今天就是全中国的明天。日本鬼子的目的是要灭亡全中国，可是你们现在却把枪口要对准一个红月抗日的学生。住口！你是共产党，共匪。你也是东北人吧？你家的祖坟也在东北吧？你认不认你的祖宗了？我看你是活够了，把他眼睛蒙上。要不着，你是怕看到我这双眼睛吗？笑话，我会怕你一个死人？老子杀人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儿呢。举枪。你们是没吃饭是怎么着？啊，重来。举枪。来呀，瞄准，预备。打倒日本帝国主义，打倒蒋介石，中国万岁！放！洪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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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醒醒啊！洪生，洪生，你醒醒呀！王八蛋！你看看我，洪生，洪生！真没想到啊，你给我来这套！我杀的是共产党，你想包庇共产党？放屁！他不是共产党。他是唐洪生，我亲自审问的他，他自己承认是共产党。我说童永公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啊？难道就是为了唐子业？你说对了。
你说对了，你怎么说对了？你觉得唐志勇放过你吗？老子等着他，这事儿还没算完，你包庇共产党，咱们少帅那儿见。走。站住！爷娘。师长。师长。爷娘。爷娘。是啊，你不让娘饿死了，我让你出去要饭，你怎么能赶时间啊？啊，你跟人打什么架呀？没打架，是别人打我。要到吃的了没？说话呀！一个杂锅面，窝头。给我。真乖。娘。我还没吃呢。你把你话没说。嗯。娘不吃。
你说咱娘俩这过的叫啥日子？吃了上顿没下顿的。你那个偏心眼的爹，钱都给打妮子了，人家倒吃香的喝辣的呢。咱娘俩吃个窝头，连配个咸菜都没有。果真一个王八蛋。金宝啊，这位后人家，你需要点吃的，去。你干啥呀？让你去要饭，你不要谁要啊？快点去！王爷爷，可怜可怜我们吧，买点吃的吧。我们也没吃的了，你到下家看看吧。他们家也没吃的。像你那么说话，人家能给你吃的吗？你就不会多要两遍啊？我算白养活你了。走。谁呀？干嘛？老爷。哎呀，去去，脏污多远点？出去，躲点，这脏污多远点？去，快，都把衣服弄脏了，快，动手，别人玩去，听见没？这，别打我儿子。这谁家女儿？哎呦！你王八蛋，你出来！你缩头乌龟！你有粮食了不起啊？撑死你！我让你生儿子没屁眼，你信不信？儿子快，摔着门！你老乌龟！开门，开门呀，有人吗？开门呀，有人没有？大太太，金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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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金宝，娘，大妮子啊，给孩子弄点饭吧，孩子饿了。走，快进屋，快进来。金宝，这么点喝，还有呢。这孩子饿了这么久，你就给孩子吃这个呀？大太太，这兵荒马乱的，家里啥都没有了，就剩这点苞米面了。那你上街去给孩子买个肉饼，孩子多长时间都没有吃过荤腥了。家里没剩啥钱了，买肉肯定是不够的。古仁义呢？古仁义给你留那么多私房钱，你都干啥了？没有，太太，上次他把我们送过来，就留了点柴米油盐的钱，他这一走就是一年多，早就花光了。那你靠啥活着呀？我平时就帮邻居们缝缝补补的，挣点钱也就够糊口的。那叶玉山呢？还有素雅呢？叶玉山早走了，素雅姐把她以前兽医的手艺又捡起来了，给生活看病去了。娘，我还要。哎，这个年头啊，人还能活着就真是不容易的。二嫂，素雅。你这些年都去哪儿了？我们很惦记你，我也很惦记你。这是金宝吧？
我逃了出来，租了个院子住着。本指望东北军能把小日本给赶走，没想到一晃就这么长时间。你二哥留下的那点钱，我们早就花完了，这日子是真的没法过。我跟金宝后来没吃没喝的，都要了饭了，这沈阳又回不去，我就想着回娘家镇找找亲戚朋友，看还有没有活着的能接济接济我们娘俩。这到了镇上，听说你们都住在这儿，我就赶紧找过来，回来就好。二嫂，往后有我们吃的，就有你吃的，别哭，活着就好，都活着。我军之开始撤退始于明日，援助锦州绥中一带之我军为12旅及20旅，19旅则驻大虎山沟帮子一带，驻锦州绥中一带之12旅首先转移。至于前线掩护撤退之第19旅，务必于明日前退出大凌河。这是少帅撤出锦州的电报。吴司令，您什么意思？一撤再撤，我们又无路可退了。司令。是啊，司令，撤出锦州，那我们就不打回去了。这是军令，必须执行。我们是打不回去了，让我们撤回关里，驻扎沟帮子和锦州的装甲部队，先后于31日和来年的1月1日全部撤到暖州。吴司令，我们这一撤，东三省的土地白白交给日本人了，我们家的父亲怎么办呢？弟兄们不答应，手下也不干呢。司令，弟兄们交代不上撤，大家回去下来。嚷什么？蒋介石不是说了吗？攘外必先安内，全部开拔陕西，剿共。执行命令，准备撤吧。太便宜小鬼子了，兄弟们想不通啊！司令，要是大干回来，司令下不能撤。不老乡们怎么办？司令，弟兄们不答应，不能撤呀，不能撤呀！司令，你来什么？当兵为了保家乡啊！司令，我们当兄弟怎么办？让老百姓开路啊！你可满着个巴子的，这是少帅的命令。谁不执行，军法处置。报告，进来。司令，汤子一和古仁义带着一队人马跑了。啥？跑了？是。往哪跑了？北边。备马。是。就放我们走吧，这兄弟们心里都憋屈坏了。混蛋，你他妈的敢哗变是吧？司令，当初让我们不抵抗，我们听了您的，撤退锦州
放弃东北，我们也听了您的。可现在放着日本人不打，您让我们打中国人，这命令我们执行不了。你混蛋！吴司令，您就放我们走，跟小日本子拼一把。司令，让我们走吧。司令，让我们走吧。说这样的话不用跪着，站起来，都给我站起来，二哥站起来，唐志毅，你妈了个巴子，我就知道是你带的头，把部队给我带回去。司令，今天你不用给我下命令，你问问这些弟兄，如果有愿意跟司令回去的，我绝不拦着。你妈了个巴子，都把我听好了！愿意跟我进关的，站出来！妈了个巴子，一意孤行的，我军法处置！司令，知道为啥这些弟兄不服从命令吗？因为他们的家让日本人占了，他们想要回来。司令，今天子怡想跟司令掏心窝的说说话。打维新那年，子怡跟随司令，对司令忠心耿耿，司令对子怡事事袒护，哪怕是子怡惹了天大的事情，司令也都替子怡担当下来，对子怡偏爱有加，子怡心里感激，对司令也是敬重万分。可如今之时，日本人占了东三省，国府一道命令，不抵抗。子怡敢问司令，当兵为何？为保家卫国。如今家不能保，国不能卫，这样的兵还当个啥？司令啊，子怡知道你为啥喜欢我，因为子怡的性子像你，做人做事讲理，有骨气，有三分邪性。子怡体会司令的难处，今日只带走我当年步云山上147人的老弟兄。这世道上人分两种，认命的，不认命的。我们是拼命的，也许和日本人一战下来全军覆没，但子怡只是想让日本人知道，也更想让国人知道，偌大的中国有人在抵抗。司令，郭鬼子反方那天，我擅闯法场，司令留话给我，说我这条命是司令的，今天司令拿去。
经留下子怡的性命，请放行这147日。你小子给我记好了，爷这条命。是我的。结拜的地方，慕云山。报告！报告！报告，唐副旅长，后面发现两辆军车。少帅派我来，请你们回去。他知道我们是结义的兄弟，所以让我来处理哗变的事情。这是他的亲笔信和委任状。如果你要把部队带回关内，他就既往不咎，并任命你为少将旅长。请大哥把少帅的亲笔信和委任状原封带回，并转告少帅，唐子义不打内战。只他妈的打日本人。大哥了解子怡，我下决心干的事情绝不回头。子怡，你可要想清楚做这件事的后果。哗变的时候就清楚了。大哥，我们都知道少帅让我们回去是让我们去打共产党，可你说这小日本子在东三省把我们欺负成什么样了。我们放着他们不打，要中国人打中国人，你说这是什么档子事儿啊。我劝你也别回去了，咱们哥仨一块打小日本子吧。